建党一百周年，这个剧我觉得都非常应景，对那个年代有了重新认识，让我更加觉得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。无论是在台前的主角还是群舞演员，他们都非常专业，所有演员都非常不容易，我觉得非常震撼。也是为我们扬州，为运河大剧院带来了不一样的呈现。